就丢进去就好了、啊。没什么必要。往后看看有没有很高。哇，怎么坐上来感觉好安静哦？你要看下面啊？我要看下面，我看一下。我居高症。你有看下面吗？我看一下。你看一下。如何？不怎么样。因为我这边的景色比较漂亮。哦呦呦呦，他到这个接点的时候速度就会比较快。你这样看，其实你要看往下看比较不会恐怖。往下看比较不会恐怖。你要看这边。因为你觉得恐怖吗？不恐怖。那我们下次应该来挑战一下水晶的，整个都透明的，你觉得如何？如何？耳屎是空的吗？对。因为上面应该风应该很大。我们要不要开窗？有啊，已经开了啊，上面呢、啊？上面有开吗？我看有哪里？哦，有了，上面这边。我这里也有开。我们来上面那么空旷，风很大。我看又一段。阿咪，又下去了。又一段哦，又有一段要来了。要下去了、哦，要下去了，我看一下。哇、哦，好高！这是云霄飞车，哎呦喂哦！高！哇！哇，这是啊！加速带 ，yes。再加速的话，我们就完蛋了呢。加速让你的GG。这样子受力是最强的，最危险的时刻。诶、欸、那边是坐去哪里的、啊、那边是九族里面的。缆车，哎，看到了，樱花啦！哦，你看啥？哦，看都没有办法讲。看起来很好玩。那穿雨衣那好了，好玩。好玩呢、啊，你看很漂亮、欸。穿雨衣的好漂亮。现在要剩下来，要找对。到了。不要！看，这就是我们刚刚玩的游戏。西班牙海岸。这不是什么游戏？西班牙海岸。这是西班牙海岸。好，来不来？来不着呗，真的，现在不是樱花季，还是有很多樱花。你再拍一下，拍樱花好，用看的好了。对啊，不是一整片。对。缆车。然后悠悠，你还有那个伴手礼，所以你刚才喜欢玩的是无敌舰队啊，对不对？好感受。悠悠，那你今天来九族好不好玩？好玩。你最喜欢玩什么？高人那个谁的？